岁次已未年，中原祭祖专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、大德仁者，阿弥陀佛。台南极乐寺华严实验室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：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，水之道。华严水结晶实验中的十二德目。中国古圣先王强调，修身齐家，格致为本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修身教学之内容，首重伦理、道德、因果教育，并总结出十二德目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华严实验室水结晶实验，让水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德目，呈现出绚丽庄严、光彩夺目的水结晶。一、孝是万善之根本。净空老教授诠释“孝悌”二字时说：“孝是孝养父母，顺其心意；悌是奉事师长，广修礼敬。圣贤之道以孝亲尊师为根本，因此孝悌是人伦的大根大本。”水结晶看中文字“孝”，呈现上下承接，表示上一代和下一代密不可分，富含传承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孝”字说：“孝，善事父母者。”段玉裁在注解中引用《礼记·祭统》说：“孝者，序也。”并进一步解释：“顺于道，不逆于伦，是之谓序。”因此，孝就是要顺于五伦之常道。孝字是会意字，由老和子组成而为孝。老是指上一代，子是指下一代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；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。无始无终是一个整体。孝道的落实是始于孝敬父母，进而扩展至孝敬一切众生，方达到圆满。上图看中文“孝”字，水结晶呈现多元样貌而和谐并存，彰显孝敬之理，贯彻长幼，环周天下。父子有亲是爱的原点。华严实验室在水结晶实验中，让水看关于父母生养教育孩子的恩德的图片，呈现出的水结晶令人惊叹。一、母亲的怀胎守护恩。水看图片，父母的爱由十月怀胎开始。水结晶图一好像反映出父母结合为一体的亲爱，共同守护母亲胎中的婴儿。
皎洁明净的水结晶，图二，自然流露父母对孩子慈爱的光辉。水结晶，图三，好似反映出母亲腹中的胞胎，四周有母亲的羊水围绕保护着，吸收母亲身体内的营养。二，水看图片，婴儿在母亲胎中孕育，婴儿在母亲胎中孕育十个月，吸收母亲的营养。灿烂美丽的水结晶，图一，内部有圆形胞胎形状，好似反映出婴儿胚胎在母亲爱心的包围下孕育成长。光莹明净的水结晶，图二，反映出新生胎儿未受染污的灵性。两个水结晶，图三，相依相偎，仿佛反映父亲关怀着怀胎的母亲，而母亲图三的大结晶内部孕育着胞胎，并散发出母爱的神圣光辉。三，母亲的临产受苦恩。水看图片，母亲生产的阵痛，母亲生产的阵痛好似用钢刀每隔15分钟在手上划一痕。璀璨美丽的水结晶，图一，内部有光球围绕着中心圆点，仿佛显示母亲圣洁爱的光辉，超越生子如刀割的痛楚。闪耀绚丽的水结晶，图二、图三，内部好似呈现被母爱光辉包围的婴儿，蜷曲在胞胎中等待出世。四，母亲的生子忘忧恩。水看图片，母亲看到孩子健全，喜极而泣。璀璨闪耀的水结晶，图一，内部好似呈现一个母亲怀抱着婴儿。也有两个水结晶，图二，相依相偎，而大结晶内部显示一只眼注视小结晶，好像母亲满足地看着她怀抱里亲爱的孩子。五，母亲的哺乳养育恩。水看图片，母亲哺乳幼儿，母亲耗损自己的血及营养来哺乳幼儿。光莹清澈的水结晶，图一，内部好像反映一个母亲怀抱着她亲爱的孩子在哺乳，散发出母爱圣洁的光辉。璀璨闪耀的水结晶，图二、图三、图四，反映出哺育幼儿的母亲无尽的爱及容忍。六，母亲的咽苦吐甘恩。水看图片，母亲耐心的喂养幼儿。水结晶，图一、图二，呈现像爱的水结晶一般灿烂美丽。也有水结晶，图三，好似母亲张大着嘴喂养小孩，而内部散发母爱的光辉。七，母亲的教导养育恩。
水看图片，母亲爱心无限地带领孩子学习。水结晶图一图二，呈现像爱的水结晶一般灿烂美丽。也有水结晶图三，好似母亲对孩子的求知欲有高度的包容及耐心。八，水看图片，父母满心喜悦地看到孩子学校毕业。水结晶图一图二图三图四，呈现像爱的水结晶一般闪耀灿烂，好似父母栽培子女长大成人的那种无条件的辛劳与付出，就是父母无尽的爱的显现。二， T 是孝道的延伸。 T 是指在家庭中敬爱兄长，在学校社会上奉事师长，礼敬大众。T 是孝的延伸。弟子规说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即此之谓也。说文，弟，尾数之次弟也。段氏注解说，以尾数物，数之不一，则有次弟也。因此引申为次弟、兄弟、楷替之替。由此可知，弟字的本意体现出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。上图看中文替字，水结晶由内而外层层堆叠繁盛，仿佛盛开的花朵。三，中是诚敬的体现，中是负责尽职，用真诚的心尽心尽力地做好本分的工作。说文中敬也，尽心曰中。段氏注解说，敬者素也，未有尽心而不敬者，特别强调真诚恭敬之心。净空老教授解释中字时说，一心中正名为中，心存偏邪则不忠，一念不生名为忠，心存二念则不忠。因此忠字的深意就是真诚恭敬至极，此成为忠字的妙解。上图看中文忠字，水呈现出端正匀称不偏不倚的结晶，显现出端肃恭敬的相貌。四，信是德行成就的基石。信是以诚实的心态处事待人接物。弟子规说，凡出言信为先，说话一定要有诚信。说文信诚也，从人言。段氏注解说，人言则无不信者，故从人言。佛家教人远离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等四过，这就是儒家所讲的信。净空老教授教导我们，事出事法德行学问之成就，应从不妄语始，诚实守信重德之基，这是德行的基础。上图水看中文信子，呈现出庄严圆满的风貌，印证古人所言民无信不立。五，礼是儒家的根本。礼是人与人往来的法则，是人与人之间最为优美的距离。礼以卑己尊人为上，在古礼之中首重祭礼。说文礼，履也，
所以事神至福也，从事从风。段氏注解说，履足所依也，引申之，凡所依皆曰履，此假借之法。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纪，故礼自从事。风者行礼之器。由此可知，古人非常重视祭祀之礼，祭礼能够启发人性本有的孝心，达民德归厚之效。上图，水看中文礼字，水结晶端正庄严。祭祖的意义是教人不忘本，所谓报本反始，这是人道的大根大本。古人有言，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。如此久远的祖宗都还要祭祀，眼前的父母尊长哪有不孝敬的道理？祭祀祖先就是帮助世人长养厚道的心，养成孝顺的心，感恩的心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。2014年香港冬至祭祖大典出现许多三层及双层灿烂夺目的水结晶，这些水结晶有多方面的意义。三层水结晶体现出中国三代同堂父慈子孝的亲爱，是人性本善的真善美慧。三层水结晶亦反映出慎终追远，缅怀先祖，是儒释道三家同出一源的基础。三层水结晶同时也反映冬至祭祀内涵有三，祭祖先，祭天，祭诸神。上图，公元2014年冬至祭祖大典。上图，2014年香港冬至祭祖大典双层水结晶。上图，香港冬至祭祖三层水结晶。上图，香港冬至祭祖三十信念法会的水结晶。六，意是言行思虑合一。净空老教授说，意是求尽义务，不讲权利，言行思虑合情合理合法之谓意。真正认识自己所处身份地位，负责尽职，各守本分。中国古代义的本意是威仪的仪，说文义，己之威仪也。段氏注解说，古者威仪字作义，今仁义字用之，仪者度也，今威仪字用之，仪者人所仪也，今情仪字用之。这大致体现出义、仪、仪这三个汉字在中国从古至今字义的演变过程。时至今日，人们仍然崇尚行为合仪，思虑合情，守礼循义，公平正义，义薄云天的忠义精神，这是因为它是契合本性，符合天道的至善至美的精神。上图，水看中文义字，水结晶典丽庄严，充满正能量。七，廉是清正廉洁的美德。净空老教授说，廉是廉洁，绝不贪污受贿，廉洁有守之人，生活再苦，也不愿意问人要一分钱。如此为官，无欲则刚，为国为民处事才能公正严明。为《说文解字》做注解的段玉裁先生，一生为官清廉，他曾任国子监教习，师事代政。
曾在四川代理富顺县的知县。在此任上，段玉裁开始注解《说文解字》，从撰稿至刊行，呕心沥血，历时40年。他离任返乡时，仅带走72箱书稿，其他一无所取，可见他为官的清正廉洁。正是基于此清贫守志、淡泊名利的品德，段玉裁才能写出《说文解字注》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小学类典籍的无价瑰宝。王念孙在序文中赞其为自许慎之后，改签700年来无此作矣。上图，清代杰出的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先生是钱家学派的著名学者。上图，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疏影。在古代，连字的本意是指厅堂的侧边，说文连仄也。段氏注阐明此字的引申意，连语也，又曰连棱也，引申之为轻也、简也、严厉也，因此轻简是连字的引申意。上图，水看中文连字呈现端正圆满、静洁自律之象。八，知耻则勇于改过。耻是耻辱，知耻是人性本具的良知良能。知耻之人必能勇于改过，发奋精进。说文耻辱也，子曰知耻近乎勇。净空老教授说，常怀惭愧，知错能改，自能勇猛精进，克服一切烦恼习气，圆满成就。水看中文字耻，水结晶呈现结实刚强的结构，六角形端正严谨，坚实稳固，启发世人要明道知耻，有羞愧感，才能勃发图强之心。耻为切实的觉悟与力行、果敢以及坚忍等美德。九，人是爱人如己的亲密。人是二人，人与人彼此之间亲密无间，互相包容，爱人如己，处处为对方着想，必然能和睦相处。说文，人亲也，从人二。段氏注曰，按人偶，犹言而我亲密之词，独则无偶，偶则相亲，故其字从人二。段氏引用孟子经文曰，仁也者仁也，并解释说，未能行仁恩者仁也。孟子又曰，仁人心也。段氏解释说，为仁乃是人之所以为心也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要能够以仁爱存心，并施恩于人，进一步还要能够推己及人，且绝不与任何人对立，真正做到仁者无敌。上图，水看中文仁字所呈现的水结晶，似乎体现出人的包容大度，仁慈之心是光芒四射的。十，爱是万德万能万福的根源。小篆爱本意作行会解，即身行仁会，见说文古本考，是加惠于人之意，亦即怀福人之心，有利人之行。爱从心从受，以真心感受为意，真诚心的感受就是爱。真诚包太虚，仁爱周杀戒，
落实在世间即是弟子规，落实在佛法即是十善业道。爱就是真心真性真如法性，爱就是本性本善纯净纯善，爱就是真理真谛生命永恒，爱就是神圣上帝真主圣灵，爱孕育出宇宙万物，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从爱心而生而长，爱是万德万能万福的根源。上图，水看中文爱字，呈现祥和愉悦的氛围，绽放立体的姿态，闪烁着柔光，欣欣向荣，生意盎然。十一，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。净空老教授教导我们，俗云家和万事兴，凡有争执则一生祸害，无论有理无理，应以和为贵，有理尚且不争，何况无理。圣贤教人凡事包容，事事忍让，绝无所争，常思退步，则能冷静反省，开启智慧。大众同心同德，则无事不成。古云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当今时代，社会动乱，灾变频繁，解决之道应从宗教团结下手。宗教团结的理念是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多元宗教一定要平等对待，人人都第一，没有第二。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，宗教可以共同携手合作，挽救社会动乱，化解世间灾难，促进世界和平。上图，水看中文和字，水结晶显示自然融合，有次序的紧密排列。上图，华严实验室曾经于三十信念法会中所得的水结晶，发现出和字的字形，意味着大家心念契合时，让水结晶呈现出团结圆满的结构。上图，平是平静单纯，无分别，没有偏爱，无染污，一切平等。平是一种无负担、宁静安适的状态，也是智者的境界。水看中文平字，水结晶呈现出平整端正、清净明亮的样貌。综上所述，人类倘若能够落实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就能保持仁慈博爱的心永恒不变，并且能将仁慈博爱的心扩大，就是能将父子有亲的天伦之爱发扬光大，爱兄弟姐妹、家族、社会、民族、人类，进一步扩展爱一切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爱一切众生。所以仁慈博爱是大自然法则，即人类本具性德的原点。人类要把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及宗教教育带回原点，恢复仁慈博爱的教育，让人类在意念及行为上真正落实仁慈博爱，人和人之间、种族与种族之间、国与国之间，才能互相敬爱、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。山河大地一定也会随着我们的心行回归到仁慈博爱而恢复正常，地球也会恢复到它原来美好和谐的风貌。以上是台南极乐寺华严实验室的岁次乙未年中元祭祖专刊文稿，如有不妥之处，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、
诸位大德同修慧语批评指正，无尽感恩阿弥陀佛。惭愧弟子华严实验室顶礼敬诚。我们听了实验室的十二个德目，照片啊，每一张都很精彩。如果能放大一点，就更好了啊。能够放到这张纸二分之一，图画放这么大，就更好看了。啊，水为我们证实这十二个字。确实是庄严，纯洁，美丽的结晶啊！更希望呢，我们看到文字，看到这个图像，一定要想到把这个十二个字落实到我们自己心田当中，落实到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啊，这十二个字是传统文化的根，也是佛陀教育的根。我们现在要学习传统教育，要修净土，净土说心净则土净，这十二个字 学成了决定往生净土啊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。而且用这十二个字常常劝导别人，看到有善根的人，我们把这个送一份给他啊，这份教材做成小册子大量流通，这是科学实验证明的啊，不是哪个人编造出来，这有科学根据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。科助学习班心得报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学生开了，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内容是前言。大士阁第二届净土大经科助学习班已经圆满结束了，这30天和各位法师家人们一路走来，确实感触很多，收获也很多。在这里向尊敬的师父上人、尊敬的诸位法师同修汇报如下。首先感恩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，感恩师父上人的悲悯护佑，感恩上应下信法师和馆长的真心护持，
感恩各位法师及同修们的通力合作，感恩65位家人们能够在百忙之中能抽出宝贵时间参加此次莲池海会。甲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修学30天后，大家普遍有个共识，听经很重要。记得4年前，馆长给我们分享到，当年他在师父上人身边学习的时候，看到师父老人家送客人离开时，常常会叮嘱一句，回去好好听经，听经很重要。馆长告诉我们，他这些年来修学上之所以能有一点点进步，完全得益于师父上人经教的熏习。学生也深刻感受到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师父上人所宣讲的经教，为什么能如此的摄受人心？就是因为他老人家所说的，都是他做到的。所宣讲的经教，也只是老人家真实的修学报告而已。这些年来，因为长期秉受师父上人经教的熏习，学生才更加坚定了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，对阿弥陀佛的信心，也更加明白了今生自己来到这个世界，主业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副业是讲经说法，救度众生。在没有往生之前，讲经弘法的工作还得认真去做。师父上人说，佛法在今天已经到了寂绝存亡的关键时刻。今日自己得到了佛菩萨如此之大的恩惠，作为一名出家人，最好的报恩方式就是把正法传下去，让更多的众生都能从中受益。此次学习班的学员们分享他们从前在家听经所出现的问题。有位学员分享到，以前在家因为杂事较多，听经比较少，听了几年的经，把《无量寿经》中的3倍往生都没有听懂，还以为是上辈子怎么往生，这辈子怎么往生，下辈子又怎么往生呢？这次参加学习班，有机会安静下来，这才听懂了。听懂才能落实，万缘放下，专心听经很重要呀。还有学员分享到，从前在家听经，没有恒心。虽然都是师父上人讲的经教，但今天听《无量寿经》，过几天又换成《地藏经》了，听多了
把自己也搞迷糊了，而且发现听经时自己恭敬心不足，甚至会躺在沙发上听经，没有恭敬心，怎么会得利益呢？在这里，可以万缘放下，恭敬聆听。以前很多听不懂的地方都听懂了，对经教的理解也更深入了。本次学习班65位家人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有不识字的，也有博士后，大家共聚一堂，共同聆听圣教，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佛法的智慧、伟大、殊胜、平等。师父上人的慈悲愿力不可思议，不管你认不认识字，只要你愿意学佛、肯念佛、肯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。不管你是一名博士后，或者是一名家庭主妇，只要发心念佛，求愿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都会慈悲摄受接引往生。世间学问再高，权势再大，到最后都得看破放下。只要万缘放下，老实念佛，临命终时都能蒙佛接引往生极乐，真是平等平等呀。乙，佛教是爱的教育，佛教是教育，是世尊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，而释迦牟尼佛当年的教育为什么能够成功？就是因为他老人家先行其言，身教胜于言教。海贤老和尚说，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。我们要把佛陀的教诲做出来，而不只是说出来。怎么做？从礼敬诸佛、称赞如来做起。在此次学习班开班之前，两位大家长就告诉我们，要把心放在学员身上，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，要用心观察别人的需要。学生这一点做得不好，但也一直在努力，希望能通过学员的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，就能觉察到他们需要我做些什么。凡事都站在他们的角度换位思考。学员们犯了任何过失，学生都包容理解，不批评，不指责。学员们有了一点点进步，学生都大家随喜赞叹。永远保持微笑，念念反省自己，念念忏悔自己。用一颗真诚孝敬之心，像对待父母、对待阿弥陀佛一样，对待一切众生。平时安守本分，把师父上人的教诲在生活中表演出来，恭敬、礼让、
谦卑，能够吃苦耐劳，把干净整齐的环境留给学员们，把脏乱和辛苦留给自己，落实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用庄严稳重的形象，得体大方的谈吐诠释佛法，使学员们重新认识佛教是爱的教育，而不是迷信，让每一位学员来到这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，给人感觉到出家人是这么亲切随和，改变了过去对出家人的误解，开始尊重敬佩僧宝，增强了学佛的信心。本次学习班学员们最感叹的就是法师们的威仪、谈吐、恭敬心和做事的细心等，特别是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做出的一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却是最让他们感动的。有一天早课结束出班的时候，有一位学员看到了一位法师正蹲在那里认真地捡着地上的小虫子。这位学员后来分享道，这些法师对小虫子都这么有爱心，那他们对众生又怎么能没有爱心呢？也许对我们来说是每天在做的小事，帮人摆摆拖鞋，倒一倒水，随手捡起掉在地上的一片树叶，但学员们看来却是那么的感动。在此当下，感到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，我们的一举一动已经对正法开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，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了正法的希望。愈是到这时候，我们自己愈是要冷静清醒。有今天这一点点成绩，都是历代先祖德行庇荫、师父上人的多年教诲、二位大家长的真心护持、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慈悲护佑的结果。我们既要有感恩心，又要升起惭愧心，同时又要升起一种使命感，正法兴衰是我的责任。当然，我们这次办班工作当中发现了很多的不足之处，下一次办班，汲取这次的经验，对以后的工作，好的要保持，不足的要完善和提升。首先，应具有的态度，道场兴亡我的责任，正法兴亡我的责任，时时为正法树立良好形象，保持正确良好的心态，积极向上，随时对自己的工作做总结，念念反省自己，一切为大众着想，于诸众生示若自己，整计附和皆度彼岸。
众生的法身慧命高于一切，此生是将如来正法弘传下去，发扬光大。以上是惭愧学生开了粗浅的学习报告，学生障生慧浅，肯定有许多错谬之处，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，学生乐意接受，至诚顶礼感恩，阿弥陀佛。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法体安康，六十吉祥，久住世间，光寿无量。惭愧学生开了，顶礼敬诚。同学的名号叫开了，这一篇报告确实有一点开了啊，希望往后不再迷惑，不再退转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怎么办？开了发心，承担这个使命。那每一位同修要开了了，我们都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。啊，我们不做，谁来做？求人难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我行吗？只要真正发心就行。为什么？有三宝加持，有祖宗之德啊，在支持你，你一定能成功啊！难得你认识了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爱的教育，佛菩萨的爱心不但六道里头没有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没有，真正是大爱。这种爱心完全是自性里头自然的流露啊，为什么？菩萨真正知道，万法跟我同体，爱众生是真正爱自己，不爱自己就是不爱众生。这个动力来自大自然的根源，永恒不息啊！学佛要有这个大爱心，要真正能够承担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，这一生决定得到三宝加持啊，希望你前途一帆风顺。
科助学习班心得报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学生开定，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内容如下：甲，学会担当，不忘初心。大士阁第二届净土大经科注学习班已经圆满结束。回顾过去的30多天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学员一起生活学习，学员们的精进好学激励着我们更要学会担当，在弘法利生的道路上，我们要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师父上人精心安排的课程，两位大家长的发心护持，师兄弟们的辛勤付出，清净庄严的修学环境，威仪有则的行持，温馨周到的服务，师父上人常常教诲我们做事安定徐为，谨言慎行，面容和善，心存谦敬，给人以稳重又不失活泼，严谨又让人倍感亲切，在清静祥和的氛围中生活学习，体现出生活处处是学习，学习时时不离生活，两者和合，自然能令身心清安，与性德相应，时时处处一切人事物都体现出佛法是生活，佛法是教育，这才是真正为佛法证明，让大众心生欢喜，对佛法升起敬信之心，接引众生令入佛道。在回归极乐老家，投入弥陀慈父怀抱的道路上，无量劫来直至今生，我们苦苦追寻了很久很久，今又重逢欢聚在此。每日信闻师父上人讲经6小时，带领我们畅游在深广无尽的如来觉海，引领我们回家的方向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成佛回归自性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应时时铭记自己的方向和目标，不忘初心。自己没有自度之前，自度比度他更为重要。只有自己得度了，才能更好地利益众生，自己也不会退转。这才是真正的慈悲与智慧。念佛求生净土是自己的主业，弘法利生是自己的副业。
在没有往生之前，弘护正法、利益众生的事情，要尽心尽力去做，以师父上人为榜样，以两位大家长为榜样，以信闻妙法，念佛欣喜。每次临近学习班开课前，两位大家长都要亲自请教师父上人，听从师父上人的教诲，为学员们安排课程，本着对大家的法身慧命负责任，谦虚恭敬，不敢夹杂个人的意思。两位大家长为学生们做出尊师重道的典范。老师大善知识是我们修行道路上的依止，法身慧命的依托。认定一个老师，就要完全相信老师，真正依教奉行，才能获得真实的利益。来参学的60多位学员，在家里每天只能在影碟机前或是网路上恭听师父上人的教诲，苦于世缘的牵绊、俗世的干扰，很难让自己的身心安定下来，让自己每天都有固定的听经时间，系统的学习。修行的道路上，更是独自一人艰难前行，不能真正感受到善友相依、依众靠众的共修力量。但对于师父上人的教诲，坚信不疑，此生定当往生极乐世界的信愿丝毫不减。因为学习的机缘来之不易，所以倍感珍惜。求法之虔诚，修学之精勤，念佛之精进，无不令自己望而生愧。回想自己学习的课程，来自于师父上人的亲自指导，修学有两位大家长的亲力护持，前行的道路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善友相依，期许自己能长存一颗稀有难遇之心，至诚恭敬，勤苦精修，不枉此生信誉圣缘。此次学习班，师父上人为我们精心安排的课程是大经科注48愿的内容。课程后面还安排了3天的念佛，无不令大家倍感殊胜难逢。大经科注48愿的内容，虽然在学习期间没有讲完，师父上人慈悲至极，又将发大誓愿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和讲解，更令我等弟子深感深受感动。师父上人之恩德无极，诚敬之心油然而生。
师父上人的法语甘露，时时注入吾等弟子心，喜获无上法益。唯有依教奉行，老实念佛，才能无愧于师父上人的深恩。前面经教的熏习，师父上人的谆谆教诲，让我们明了娑婆世界是真苦，极乐世界才有真乐。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有的物质都是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相，虚幻不实。诚如闲公老和尚常劝人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苦口婆心教我们看破放下，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，名号功德的不可思议，无不令大家心生向往之心。后面的三天念佛，有前面信解的基础，念佛更加入心，摄受心生欢喜。许多学员是第一次尝试在佛堂整天的念佛绕佛，即便腿脚浮肿，身体疲乏，依旧精勤不懈。虽是五月天，正值当地干旱燥热之际，大家依旧气定神闲，佛声朗朗，念念清风来，步步莲花开。在念佛的第一天早上，绕佛没多久，因为音响设备出了一些故障，导致音箱里的佛号声突然中断，仿佛无常突如其来。大家仍旧念念弥陀，步步西方，音声清晰爽朗，丝毫不受影响。每念一声，仿佛离西方极乐世界又近了一步。无量寿经云，世人临终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娑婆世界的欢聚总是短暂的，唯有极乐世界才是永恒的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有师父上人在前面带领着我们，两位大家长护持着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向前走，今生都不要掉队。无量寿经云，如是妙法性听闻，因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友。以上是惭愧学生开定粗浅的学习报告，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，学生乐意接受，至诚顶礼感恩，阿弥陀佛。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
法体安康，六十吉祥，久住世间，光寿无量。惭愧学生开定，顶礼敬诚。佛门常说，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学佛二年，就佛在天边；学佛三年，佛化云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话是古人说的，不是现在人说的。啊，我们从什么地方去观察？学佛的人多，跟念佛的人相比，学佛的人比念佛的人多。念佛的人跟往生的人相比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什么原因呢？问题的答案，你们同学的报告都说到了，退心了。为什么会退心？教理没有搞清楚，所以信心会退，愿心也会退。特别是先前的社会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六尘境界诱惑的力量比过去增长，我看应该用千倍来说啊，不是几十倍、几千、几百倍，而是几千倍。你有什么能耐能够平安度过？啊，念佛人当中有少数真正抓住了经典，抓住了佛号，啊，分秒必争，才能够安然度过，才能够往生净土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，以台中莲社为例子，我们自己的莲友，老是不批评别人，啊，台中莲社莲友在那个时候将近20万人，老师说真正能往生的10000人当中也不过3个5个而已，这就不错了。啊，10000能有3、5个人，我什么？这60年前，60年后的今天，10000人当中有1个就不错了。现在佛法在滑坡，向下坠落，伦理、道德、圣贤教育全都在滑坡，而且这个佛度
一年比一年严重，这是我们忧心所在。怎么办？说一句不应该说的话，是不是众生没福啊？真的，现前的众生福报比不上过去十年，过去十年众生的福报又比不上他再上去十年。十年十年一个阶层看，看得很明显的。现在最近这两三年很可怕。不是十年，一年不如一年。人心不安，人心浮躁。没有归宿感，没有安全感，怎么得了？所以我们确实像开定所说的不忘初心，这一句很重要。人果然能保持着初发心，那样的真诚，那样的恭敬，学佛就不难了。人人都可以成就啊！保持着初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科助学习班心得报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学生开勋，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菩萨时时刻刻在表法。近段时间的学习生活很开心，每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念佛，依众靠众，互相成就。师父上人教我们要珍惜缘分，善缘恶缘都是我们修行路上的增上缘，都是来成就我们的。身边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善知识，所以要善学。像我们的慈父阿弥陀佛老人家一样，在因地发愿，建立一个超过诸佛刹土最美好庄严，最适合我们六道苦难众生修行，最容易成就，而且是最容易去的佛刹土。他老人家遍参一切诸佛刹土，取长舍短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也要向阿弥陀佛学习，跟阿弥陀佛一样精进不懈，早日成就。每天上课前，我们大家都要一起读一遍
印光大师开示，每天提醒我们，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提醒我们要谦卑，要恭敬，要以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。所以学生感恩大家给我机会，是大家来成就我，是大家来陪我学习，给我历练，落实经教的机会。到今天课业结束了，我们一起来沉淀总结。感觉每天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大家欢喜的笑脸，即使身体有些疲乏，但是看到大家，自己就有动力，有这份责任感，要照顾好大家。真的感觉很惭愧，真的没照顾好大家，很多地方没做好。不管是身体上还是修学上，自己都没有做到尽心尽力，是自己发心不够，心很粗，没有处处为大家着想。不过正是因为有大家在身边，让自己能够发现到自身太多的不足，给我补救的机会，给我信心，给我动力，培养我的慈悲心、耐心，让我慢慢学会去照顾别人。难道这不都是菩萨慈悲的爱护与照顾吗？不都是菩萨的慈悲示现吗？都是来成就我这个愚钝的凡夫，所以当生感恩之心，好好的珍惜这短暂的时光。听经时，学习时，看到大家非常的专注恭敬，来聆听师父上人慈悲教诲，很欢喜，很赞叹，这是那份好学的心，对师父上人的恭敬信任，这是学生要特别向大家学习的。如果自己能时时保持这份出发心，这份诚敬，相信我们不难成就。有时候精神不佳，大家为了克制昏沉，地上铺个拜垫，跪着来听经，不想错过一分一秒。自己看了，既惭愧又感动，自己不如大家勇猛精进。小组分享真的很欢喜，每天将我们的心得感受供养大家，将自己修行改过、心态的转变分享给大家，自己欢喜，大家也欢喜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借鉴，感受到同参道友在一起共修的力量，精进不懈，共同进步。明白道理之后，心就安了，能够安住在当下，
能够在自己本位上尽职尽责。佛法不离生活，大家都说回去要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要好好孝顺父母，照顾好家人，要把佛法带给更多的有缘人，让更多的人对佛法升起信心。我们的方向目标很明确，抓住一句佛号，信愿持名，此生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自身的收获是，反省到有时候私心起来时，一想到大家，慢慢就放下了，帮助我提起那份责任心，要护持大家。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一起，让我能学到很多，时时对照自己，哪些地方做错了，要反省总结，及时的改正调整，把本分的事要做好，要不断提升才行，才能对得起佛菩萨，才能真正的做一名佛弟子。以上是惭愧学生开勋粗浅的学习报告，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，学生乐意接受，至诚顶礼感恩阿弥陀佛。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法体安康，六时吉祥，久住世间，光寿无量。惭愧学生开勋，顶礼敬诚。开勋师弟报告：人如其名啊，开了之后就要熏习，熏习是我们前途啊向着哪个方向，佛法宗派很多，有显有密，有宗门有教下啊，你接受哪一种讯息，这个不能不选择。为什么？我们寿命太短了啊，只有在几十年当中，如果方向错了，目标错了，又要等来世，来世能不能遇到佛法是个未知数啊，所以最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抓住现前啊，不可以等待未来，要把今天抓住这就对了啊，如果寄托在未来，那是决定不可靠的啊！而且现在的社会一年比一年严重复杂，几个人能够不受干扰
真正能不受干扰的，那是圣人，那不是凡夫。啊，凡夫不可能不受干扰。那么这个干扰几乎都是负面的，正面的太难得了。闻佛法要练功，在哪里练？生活上练什么？练不受干扰。不受染污，不受欺骗，好好扎住脚跟，坚固心愿，一向念佛，这才能成功。善言恶言都是正常人，善人恶人都是善知识，有这样一个概念，好啊，我们这一生真正可以做到身心清净安稳，能不受人事的干扰，物质环境的干扰，就容易远离了。啊，最难的是人事。啊，善人，他的长处我们向他学习；恶人，他的缺点我们认真反省自己有没有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所以，通通都是善知识，都是善用。啊，这一点学佛的人不可以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看下面还有一位啊。科助学习班心得报告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惭愧学生开莲，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时时铭记方向和目标。古人有一句话说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凡事立定志向，一生朝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努力，都会有所成就。我们说立志，在佛法里讲就是发愿。无量寿经最精华之处，即是弥陀如来所发的48宏愿，这48大愿成就了庄严美好的极乐世界，成为三界六道众生的皈依处。这一成果来自于法藏比丘在因地时的发心，要帮助十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在世间自在王佛的指导下，遍参十方刹土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从始至终贯穿着这颗爱众生的大愿悲心。经过5劫的精勤努力，终于建成了殊胜美妙的极乐世界。正是因为法藏比丘的发心和努力，
才有了众生的福祉，让学生对佛法兴亡我有责任有了更深的感受。自己的发心直接关乎众生的幸福，佛法的弘扬。所谓一人有福，连带一屋。这一观念帮助学生提起了责任心。之前虽在努力，但并没有觉得自己每日进步的点点滴滴是多么的有意义、有价值，因此常常懈怠懒散。要想学习法藏比丘的精神，唯有在生活中去落实。善知识常讲，要善用其心。经过慢慢的深入学习，愈来愈体会到自己什么也不会，什么也不懂，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，离善知识的标准还差很远很远。在善知识的面前，自己唯有回归到一张白纸的状态，修行才能受益，一切从零开始，才能将善知识的精华吸收过来。所以善用其心，就是完完全全将自己的心换成老师的心。老师用什么样的发心去做，自己也要用同样的心去做。在做的过程中，能够看出自己学到多少，理解多少。做的事情可能不一样，但是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用善知识的发心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，就是在当下的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中去练习。久而久之，自自然然将正知正见在自己的心中扎下根基，在以后做事的过程中，就会与善知识的发心相应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为了做事而做事，并不知道修心，所以没有很深的感触，做完就完了。后来才反省到，世间人与学佛之人不同之处就在于用心。如同师父上人常讲的，没有学佛之前，一切为自己。辛辛苦苦劳碌一生，总离不开六道轮回之苦。学佛之后，一切为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帮助自己成就道业，方向目标不同，结果当然也不同。没有闻到佛法之前经历的三苦八难，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因为没有觉照的智慧，只能在其中受苦。学佛之后，这些苦难是修行路上看破放下的动力，激发自己生勇猛之心，出离六道轮回。在遭受侮辱冤枉时，修自己的忍辱。
在看到众生遭遇苦难时，修自己的慈悲；在服务众生时，扩大自己的心量；在做的过程中，还要学会放下，不能执着。所以，会修行的人，每天都在积功累德，增福增慧；不会修的人，则是在空过时日。自古以来，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。同样，跟一位老师学习，受益程度则不同，关键也在自己的用心。天资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就是用心。所以时时要记住自己的方向和目标，时时明白自己要做些什么，为什么要做。就像世间自在王如来对法藏比丘说的一样，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经历结束尚可穷底，人有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克果，何愿不得。只要明确方向，一直向前走，总有开花结果的一天。以上是惭愧学生开莲粗浅的心得报告，错误之处请求尊敬的师父上人、诸位法师、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批评指正，学生乐意接受，至诚顶礼感恩，阿弥陀佛。恭祝尊敬的师父上人法体安康，六时吉祥，久住世间，光寿无量。惭愧学生开莲顶礼敬诚。开莲的报告也写得很好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方向目标很重要。如果稍稍有偏差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而且要坚持方向目标。我从听到佛法，方东美先生给我介绍，我听了之后很感动。这么好的东西没有人学习，我发心来学习；没有人弘扬，我发心来弘扬。我的能力很有限，福报呢没有。这个人一生当中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做事就受很多限制。学佛到今年64年，64年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我是一个人，连同参道友都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志向就是方向目标不想走。所以一生人一生呢，孤立了，
啊，非常难得。早年时遇到一位同参道友，黄念祖老居士。啊，确实，我们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。但是我命运不一样啊，他住在北京，我住在海外。啊，一年我们见面两三次，不能常在一起。啊，这就是没有福报啊！啊，一生没有道场，没有信徒。啊，大家在谈到英国去办个汉学院，为什么要办？都是时事在逼着我了，我有没有能力办呢？没有能力，一切看缘分。啊，为什么要办？很简单的一个理由，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，大家知道，我买了很多。我向商务印书馆买了112套四库全书，群书之要，我向世界书局买了270多套。为什么？我把它分送给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去收藏。那我相信这部书不会失传了。啊，这是我心里想到这个国宝。要永远传下去啊！世间灾难很多，什么方法保存得住？就是分送给各个地方去收藏。啊，无论什么灾难，都不可能全部毁掉，总会有几套留下来的。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书是买了。都送出去了，可是谁会读啊？这是用汉字写的，是文言文。如果没有认识汉字文言文的人，这书等于废纸，不起作用啊。所以办汉学院就一个单纯的目标，培养能够阅读四库全书的人才，希望这些人才将来都是国学的老师啊，好的是国学大师，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啊，他将来有能力讲这部书，把这部书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啊，不是讲全书，讲全书里头的一种两种。古人说：“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”啊，所以希望将来呢，慢慢形成一个汉学院，汉学院专门培养。是能够解读四库全书的老师啊，他们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大学中文系里面教汉学，我们的方向目标在此地啊！啊，我一生。方向没有变，目标没有变，
我学释迦牟尼佛，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他老人家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接受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，我一直到晚年才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意思，为什么不见道场，明白了。见道场要管人管事啊，要管钱，什么都要管，你要分心，你的心不能转，你的心不得清净。啊，我早年有个同学傅乐成，在台湾大学做教授，是个读书人，是个好教授，一生教书。台南成功大学成立了，学校请他去做文学院院长，他做了一个学期辞职不干了，回到台北跟我说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。我笑着对他说，你现在才知道啊，你想那个读书人一生一生读书，你叫他搞行政，他怎么能受得了啊？好教育一心专搞一样啊，你怎么去搞行政去了啊？我跟傅教授一样啊，我们命运相同啊，目标方向也相同啊，他不能干，我还就干过一次，我一次也没干过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一生没有在这上操过心。啊，一生得到清净，就是三不管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。啊，我能给你出主意，能给你当参谋，我不能给你办事。啊，所以我一生孤家寡人一个，没有助手啊，办事助手都是临时来的，常常更换，不是固定的啊。好不好？好，一点都不操心的，有也行没有也行啊。我的正业每天至少两个小时讲经，这是我的正业，干别的那叫不负正业。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我理想当中的佛教大学，我赞成，我支持。请我去做校长，我不敢了，那害死我了。我说我做顾问可以。啊，我不能做校长，也不能做教务长，在什么行政事情我都不能干。你请我去，我可以给你讲一堂课，专讲无量寿经，这是我的本行，是我的正业。那讲其他的，那就不务正业了。啊，何况是佛法以外的。
啊，我传播，我在推动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我看过没有？没有看过。里面缺少了三篇，早年我读春秋左传，左传上中下三卷，他缺了上卷，我把上卷补出来。啊，出版界里头他也认可了，把我补的一卷列进去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啊，到这个年龄了，90岁了，还搞这些事情吗？不可能啦！啊，我要搞，应该在40-50岁，怎么可能到90岁才干这个事情？哪有这种糊涂人？啊，身体虽然还可以，但是体力不如以前了。啊，跟今年跟去年比，不如去年了。一年一年的老化，啊，所以一年一年念佛要紧，其他的都放下了。啊，这一次跟诸位第四次讲这部经，我跟前面讲的不一样。啊，第这一次讲解等于带着大家同学一起来学习，如何将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方法变成自己的行为，我们要落实这部经，这部经活在我整个身心上，这叫表法。啊，这个身表无量寿经的法，重点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进度很慢。啊，学习大家很欢喜，是好事情。就方向目标要把握住。啊，佛法兴亡，我有责任，这句话重要。我真干，佛法就行；我不真干，佛法就亡。这是不能不知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